青春充满未知，我们不断探索，不断期许，有人在心底拥抱情怀，有人因热爱无惧失败。这里是中国海军175舰，有人为理想奔赴山海。叔叔，这是我们中国的887号微山湖舰，这就是最好的安全感呀，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尊严呀。千帆过尽，初心不改。你是否也在找寻青春的未来航向？你是否也在向往青春的无尽可能？向往深海，这里有龙宫的寂然；向往大洋，这里有茫茫无际的深蓝。向往天空，这里有海天骄子的翱翔；向往挑战，这里有三栖全域的战斗；向往守护，这里有海岸霹雳直插云霄；向往雪花，这里有雪山巡线的浪漫；向往岛屿，这里有天涯海角的守候；向往远方，这里有遍布全球的航迹。欢迎登陆！乘万吨大驱破浪远航，在大平板上肆意奔跑，指挥大国航母的弹射起飞，一睹的芳华容貌。跟随我们起航，一起逐梦星辰大海。来海军，加入我们！2023海军执照军官，等你加入。